每个人都有童年过，我不知道你的童年过的是怎么样，但是我的很普通。不过世界上就有一些小孩跟一般人过着不一样的童年，甚至有个让人惊艳或是让人傻眼。欢迎来到脑补记，今天要来看五个让人不敢相信存在的小孩。第五，网络成瘾。现在许多小孩从小就是使用高科技产品的高手，更不用说上网看影片或是玩游戏。还有许多报道认为，现在小孩对网络成瘾现象就像是使用毒品一样，到最后都变成了荧幕瘾迷。虽然听起来很可怕，但是世界上有一位俄罗斯的男孩就已经快步入这个后路了。在2011年，一位叫莎莎的男孩上了俄罗斯一个真人节目秀，叫《亲爱的，我们在残害孩子》。这个节目都是关于问题孩子，而这个男孩就是对网络和电玩沉迷。根据他的父母亲表示，男孩可以花上24个小时在网络上不睡觉，从早玩到晚。当节目影片流传到网络上后，许多批评都针对男孩。母亲将电脑拿走，没想到男孩竟然崩溃，大声哭叫、踢打，这样的画面也爆红，成为了网络的 memes。第四，监狱男孩。大部分的人小时候都会有零用钱，通常都会拿零用钱来买零食、玩具、糖果。但是有一个男孩却没有跟大部分的小孩一样。这个男孩将他的零用钱存下来后，买了一堆书籍，并捐赠给附近的一间监狱。有些人可能会认为被关起来的人都是不好的人，但是这位男孩认为这些人只是犯了错误，可以再重新改变。让人钦佩的是，小男孩年纪轻轻就会想到监狱里面的人，并且借由捐赠来鼓励这些人。第三，勤学男孩。一张被传到网络上爆红的照片，可以看到一个男孩卷缩在一张简单的木桌后，似乎在利用麦当劳的光线来帮助他在黑暗中做他的功课。这个鼓舞人心的照片是一位9岁来自菲律宾的 Daniel， 他的梦想是成为医生或是警察。一位医学生在深夜回家路上发现这位男孩，感到非常感动，于是拍了照片上传到社交网页上。根据消息，这位男孩的父亲在监狱中过世，他和他的母亲和弟弟住在一个没有墙壁的小石滩上。尽管自己的生活条件艰苦，这位男孩是非常努力地完成他的学业。许多网友都因此而被激励，认为如果男孩可以做到坚持不懈，那么其他人也应该跟他学习。第二，独家女孩。一位9岁女孩 Haley 在她5岁时遇到一个无家可归的男子，于是问妈妈如何帮助这个人。之后这4年，她都不断地在帮助这些无家可归的人。在母亲的帮助下，他们一起盖小屋，也打算在今年建造12个移动避难所。第一个住到女孩子盖的小屋是一个叫 Edward 的人。女孩认为每个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一个地方可以睡觉和居住。她还不止做到这样而已，她认为食物也很重要，所以她自己在后院种了一些蔬菜水果给这些无家可归的人吃。听了她的故事，突然觉得自己9岁时好羞愧哦，不知道在干什么。第一，双联舞者。一位乌克兰的小女孩，年纪只有13岁，从小就有极好的伸展力。这位女孩叫 Veronica Histova。你可能会想，跳芭蕾舞的小孩世界上一堆，但是相信我，你绝对没有看过比她更有创意力的人，一定要看到最后。大家小时候都在做什么大事呢？欢迎在下面留言分享。如果你喜欢这个影片，不要忘记按喜欢和分享。想看更多影片，记得订阅这个频道。那我们就下次见咯，拜拜。